to 阿甲求学记 action。 哇哇，今天是我的 first day， 好 nervous 哦。学生手册上说我要先找到我的 professor， 不知道他在 where 啊？耶耶 ！Oh my god！ 请问这是我的 professor 吗 ？Oh my god！ 一定是阿雅 ，right？ 本人比照片更 beautiful 呢。Thank you。You are welcome。欢迎来到沙瓦邦林峰书哇呵呵学院，以我们的名字就知道我们结合英霸两国的 school。That's right。噔噔，还有一句哦，四，很厉害，加油 ，almost， 快了快了，你已经决定好要 major 什么了吗？决定好了，我要主修表演艺术，副修英国文学，选修生命科学，还有水管不通，马桶，水管通不通，水管不通马桶，对不对？耶嘿嘿嘿，原来自己写那样的，我就照那样背，真的不对耶，真的假的？不要，走啊！如此般的剧情有办法顺利演出吗？男孩的幽默阿雅看得不大大。Jesus，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孩？那不来到 heaven 了吗？不从，看到我在做梦。你打的没有 power， 换我来。这是校园暴力，回头吧。不同，难道我在做梦？阿雅求学记 ，It's great。那我们先参观一下校园的 environment 吧。哦，你看，我们学校还有风车。environment， 你好忙哦，他很忙。一二三四五，哇！五圈。这个风车真的很 amazing 哎。耶。怎么有人在扫地呢？你好，我是奥犬，我们是学校里面的 gardener， 我们负责整理学校的花草树木，还有 zoo 的维护。原来这个学校还有 zoo。That's right， 我们学校里面有养 elephant， 哎呦 ，bird， 呜。还有呢？还有嘞 ，chicken，chicken， 什么 chicken 哪来的 chicken？ 哦 no！ 为什么你们都打阿伟而已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下去！哎，为什么都是阿伟被揍呢？你说说看。好了，来，那我们就要再好不好？不要欺负不会英文好不好？来贴一个，哦，其实应该要贴獒犬吧。好的 ，Take five， OK， come on。你好，我是奥犬，我们是学校里面的 gardener。嗯哼，我们负责整理学校的花草树木，还有 zoo 的维护。哇，原来这个学校还有 zoo 啊 ！That's right， 我们学校有养 elephant， 诶 ，bird， 哇 ，tiger， 哦。你刚刚有讲 chicken，eagle，and the dinosaur，where are them？ 没有啦，我要讲的是说 elephant 在哪里啊？可爱的，我知道这么可爱的 elephant， 对吗？你们有没有？哇，这么可爱的 elephant， 我可以喂它吃一个饼干吗？ Come on， come on。你演大象真的不太像。Go. My goodness， 怎么会有这么 pretty 的 girl？ 好难哦。看见你，我忍不住想为你朗诵一首诗。哇，这个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Action speak loud than words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有。也算对啊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。Louder than words. Louder than words. 比较来贴脸。Speak louder than words.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是吧？
好了，来哦，不能算真的错了哈，我们从那边接了哈。OK， 耶耶耶，来从诗那边开始。Take five, go。哇，好可爱的 elephant， 我可以喂它吃一个饼干吗？可不。这个 elephant 有中风吗？晚安。Oh my goodness， 怎么会有这么 pretty 的 girl？ 耶、yeah. ！看见你，我忍不住想朗诵一首诗。Yeah。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. Yes.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. 哎呦。Words. Wow. Birds of feather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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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lock together. Wow.呀呀呀，好优美的诗句啊，我听了心都蹦蹦的 jump 了呢。你在写的耶、yeah, jump 了 jump 了，一眼我就深深的被你吸引，可以说是干柴烈火，水乳交融。哎呦好多情比金坚，卧薪尝胆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完了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辛苦你了，你就是我生命中的 angel。哎呦，可以让我为你插秧吧？插秧吧，请插秧三秒钟。一又是一个头插秧。耶、yeah, ，不错哦，撑过了。来 well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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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ell。哎呀，小姐。其实讲 English is very easy, easy、yeah. OK? 嗯哼，让我来为你示范几个。自传呢叫做 Autobiography。自传，我就把这个。摄影师，你想要 give up 了吗？No。摄影师叫做 Photographer。八八八你。Photographer，为什么做阿伯的？是在线打吗？其实对呀、啊，怎么会是阿伯遭殃的？你看看，是的，这一句是 photographer， 摄影师的意思。还没有出场就惹人厌的阿伯，待会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谁？谁